消爱乱玩，节目里面会做哪一些挑战呢？这个节目呢非常非常的有趣，会介绍很多就是台湾跟日本的一些文化的差异。因为呢我在台湾，很其实很多台湾的朋友们都会问我说，哎，我想请问一下，那个日本的女生是不是真的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？很多的问号。是，所以呢我在这个节目里面呢会一次告诉大家，其实日本女生脑袋在想什么。哇，一些日本的旅游的东西，还有日本女生的头发、发型、化妆是怎么化的，还有一些日本的卡通便当是怎么做的。哦，所以我们在这个爱上爱乱爱乱玩的第一集呢，我做了一个便当送给台哥。哎，真的，台哥。对，然后呢，我做了一个台哥的脸，就是用海苔做了一个很可爱的。好厉害的展。然后就会送给他，就里面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。对，因为其实这样表示爱他，其实平常有很多的兴趣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告诉我你的，想要做什么呢？上山下海。其实可以，其实因为我很喜欢户外活动，所以就是一些，但是我觉得话不能太快讲，对不对？我很害怕。冲绳好玩的地方，私房景点在地人才会知道的，只有当地人知道的。所以呢，我也希望很快就可以有机会，我们一起去冲绳，我介绍冲绳的好玩的地方。好，谢谢艾莎的新的团，还要制作单位很坏哟。我们请老师来帮我解说一下，究竟你是谁？大家笑得很开心。其实是因为他告诉你说，离开心更快。我觉得是这样讲哦，我们常提到就是说，勇敢离开错的人。其实呢，好的，好的，真的离开了，没有错啊。这个爱情这个刚好里面就是有心，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，表示好的这个缘分啊，各方面来说都会来到，机会也会真的跟着来到。所以我们这边看一下，好，那你好。因为艾莎其实就像这个那我们讲说破茧而出，那今天不但有这个机会做这个节目，而且呢上山下海，真的刚刚提到山下海，对不对？然后可以找到更宽更广的这个天空。那我们祝福艾莎越来越好，越来越棒，大家一定要支持锁定她哦。